方面身体的障碍，但是呢却能够突破很多的瓶颈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小小的破冰篇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突破瓶颈，迎接美好春天。我们欢迎看这一部分。好，我进来，我给他带点冰冻。
专意念是一个人的真正佛法的法门之一。随着你肯专心，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训练出来。当你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，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何感想？所以我们今天也欢迎请到我们的林嘉根林老师来帮我们分享爱的。